点。好，都拍到了。好，看一下我们左手边，我们左手边刚刚还没有拍到，这是我们左手边的记者朋友。好，等我回到中间。好，再回到中间，我们中间有官方。来偏右一点。右脸，来再隔壁，嗯，对，右脸。那我们右手边接报了，谢谢。我们右转哦。Hello， 线上的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丽人。王丽人呢，刚刚在我们的台上呢，拿下了这一个奖项，是因为搭配了多部的电视剧哦，大家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叫做《你是答案》。这首歌曲刚刚其实在这个小巨蛋的舞台也演唱给大家听了。对，想问一下，站在台北小巨蛋的舞台的感觉怎么样？就是紧张之余很兴奋，因为第一次站在小巨蛋的舞台上。哎呀，可是你是虽然说是新人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其实因为最近看了一下，其实最近拿了蛮多奖的耶，而且也站上了各大的音乐舞台。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的肯定。觉得感恩，所以希望呢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其实多来，如果有更不错的一些专辑啊或单曲的话，也希望能够多透过 TFM 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当然，我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作品可以被放出来给大家听。那现在这个目前会不会已经可以在着手进行了？还是其实目前的第一张专辑因为才发行半年多的时间，还在进行宣传吗？还是已经开始在着手进行？我有在一直写新歌，然后也有在收一些新歌，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赶快的听到王丽人的新歌，然后在明年我们也可以预约的话，王丽人也希望能够多来我们 TFM 的颁奖典礼哦。